Ready na?马上撑起来，撑起来，其实我现在都不想撑，但是不想走路也没办法，我今天太胖了。你看我这个腿能抬起来，这个腿就不行，我这个腿就5公分。我现在就是不稳。 你看，把这个腿松一下，这个腿不松的话，疼。那走完路的话，你应该出血。你多少？我是安徽人，不能有身体的问题。那身体咋整啊？ 穿个大棉裤，应该是有肉。反正我是就觉得有，那两条腿20多。看，这个是铁的，这个是铁的。完蛋了，这个腿掉了。你看，你们看我，让你们看一下这个有多高。 你看，这么高，一条腿一直到这上面，这个都是铁的，好重呢。这个拿起来走不动了，我都不愿意走路，你知道吗？我都好累。你们冬天穿个棉袄，你看我就穿一件衣服，我刚刚走路还热的。我要不是因为我里面穿着球衣的话，我直接就穿球衣了，我都不用穿外套了。 天上的水照亮明月，人世间晃呀晃。爱恨不可在瞬间，红尘飘摇。哦吼，这个腿给我搞掉了。算了，我的腿。 还好，我这个腿给我搞掉了，掉了呗，穿。这个腿掉了，我腿掉了，还得重穿一下。 这么好听，比明星还好听哟喂！不打听你这么感觉不像呢，哈哈。哎呀！ 你要不要我带你们去看看他在家干啥？人家挺看的，话少的，长得又本来好嘛。想当年不跟你们吹牛皮，想当年我这个子多高呢？我跟你讲啊，我想当年多高，我。
阴历来的。想当年我就是现在这样一米六八，很瘦很瘦的。你们知道我现在穿假肢多重啊？你们现在我穿假肢多高？我现在的假肢穿假肢比很多女孩子都很高，很多女孩子一米五。我现在穿假肢还有，因为我那时候配假肢的时候是以我上半身的比例，我上半身长，所以腿呀，所以现在的腿要上半身协调，所以现在的假肢我一米六，我以前一米六啊，那小那小长子，那吹牛吹牛。我去找锻炼，冬天好久没锻炼了，冬天太冷，不愿意锻炼。腿要一抽筋，锻炼的话会摔跤，所以基本上都不怎么。夏天太热不能锻炼。你看，我们家坐月子的出来了，你看坐月子的出来了，刚把被子抱出来，坐月子。不容易啊，生了一个女儿。然后听我在跟你说她坏话。下辈子不一定，我还能遇见你。这辈子我是不想再遇见，下辈子我打光棍也不能遇见你。下辈子。这个孟婆在哪里？我就帮孟婆跟他派去，让他遇见。你这王八狗都不知道我咋就遇见你这种。老说了，他心里不好受。妈呀，我刚才腿都要掉了，我腿掉掉了，我喊他来帮我，半天都没影啊。你从小你妈跟你说是被师傅给的，欢迎九老爷，也不一定听见。下辈子我们在一起，哎，我家窗户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。我刚才脚掉了，这刚我脚掉了，我让他帮我安一下，我喊半天也没屌我呀。你说像我这么不做缺德事的人，怎么会遇见缺德的他？昨天，哎，昨天我在那里烧饭，我家那个油烟机啊，堵住了，它有油啊，太大了，把那油烟孔都堵住了，它不吸了。然后我就说他，我说你起来，把那油烟机太高了呀，我够不到。然后我让他帮我搞一下，不是你把饭菜烧好我再搞，结果呢昨天一天没搞。早上来的时候我起来的时候我喊他起来，我说你把那油烟机搞一下，你一起来就找我，一起来就找我，你睡觉的时候我咋不找你干活？我说那我昨天让你搞你搞了没有？我说呢就不搞，我天天说我懒呢，我就懒。你们有没有这么难的？伺候你烦呀、啊！我要他伺候吗？我要他伺候吗？我又不要他。你觉得我要他伺候吗？他，我来烧好他吃。家里面家务事由他做，现在又不农忙，我要他伺候吗？我洗脸洗澡我洗干啥我又不用他，我又不用他。哎，我让你
们瞅瞅，看我的衣服，看我的衣服，干净吗？别看我，这是我的残疾吧？看我的衣服干净吗？这小裤衩子穿的，这小运动服穿的，这小棉袜的，来不来？有点小狗在那吃面，我让他干啥呢？他啥也干不了。